小朋友们好，感谢收看我们的亲子游戏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买了三个《我的世界》乐高小人儿。乐高小人，这是来拼的是吗？嗯。那咱们啊，有玩具蛋似的，嗯。还有呢？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好玩啊！咕嘟咕嘟的，冰还在咕嘟啊！嗯。哇塞，好，那咱们来拼图吧。先来拼个这个，这是然后我再的拼世这个。界里的。里头有两个卡片，它是可以拼成两个图形吗？不是，能拼成一个。看看你拼得快不快啊？嗯，难道把手插上呗？手难插。手很好插的。真难插。帮我把这个胳膊插上。哪个你也插不上啊？嗯，那个太小了，而且我劲儿没有那么大。盒子给我呗。嗯，把盒子给我，什么盒子？那个盒子，咱们拼的是这个，拼的可快了。这小人是站这儿的吧？对，那帮我打开。就是前面的小树是吧？好了，这工作。哇，在我的世界，这个小人就拼好了，非常简单的一个。好，再来拼这个蛋的，这个是不是难拼一点呢？打开！哇塞，妈妈你好厉害呀！啊，这个怎么这么像香蕉呀？对，这的确就是香蕉啊，妈妈。是香蕉吗？他拿着香蕉呀。你帮我把它摘下来，我要忘安铠甲了。这怎么安呢？来，先别安头，这个先放这儿，给你安胳膊。把枪呢？盔甲不先安着吗？先不安铠甲，不安铠甲，妈妈，你帮我把胳膊安上。等等，先铠甲后面。我这个跟上次的比。甲呢？
怎么安呢？等会儿先头呢？这样的吧。嗯，那么头放哪儿去了？这儿呢。灯。这个铠甲好啊、嗯、眼睛能打上哈。给妈妈。嗯，等会儿他拿这么多车没有背这个东西、嗯、这车了吧，后边的吧，可能是。这剑是搞哪个手拿的呀？按这点吧，应该是这样按。哎，哎，不对，对呀。是他的食物。哎，你看这个不像门，对不对？妈妈。坐着，可能是坐着、嗯、坐着是谁？把这个后边按上。这个呢我们就给它拼到这里，那个还拼不拼，能不能拼完了？拼不完了，时间太短喽，咱们只能拼这两个了，拼了两个乐高小人儿，这样呢也可以把它扣起来。哎，啊，看看这个，这个没有拼，这个拼完了，这个也拼完了，这个是拼的最快的。嗯，好，那今天就给大家拼到这里吧，下次接着给小朋友们来拼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